江翠峰的小学的吉恩老师，他11岁、12岁的时候是我带他的，因为佩峰他从小就非常的认真，然后品学兼优，然后对同学都非常的有爱。那这一次他不幸殉职，我今天来主要是要安慰江妈妈跟江爸爸，让他们家人觉得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多人关怀他们。那江佩峰已经跟主一起在一起了，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安慰，也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得到平安喜乐。大同国小他是第40届的校友，我们希望说我们学校也能够以这位小朋友为荣。他现在长大了，也非常的活泼，我希望说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非常非常的开心，